好，我是高少卿，我在这介绍一下我发明的这个千金，叫 QQ 千金。这个千金呢是一种多用的这个双千金的这个形式的千金。然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你如果拉那个二泉音乐啊这种传统曲目，要一般都要低音二胡吧，这个呢就可以用一把二胡，就你自己的二胡就可以搞定了。我就你看，如果是拉二泉哈，我就把这个头千金头往上一放到，就是跟这个千金相这个杆子相平行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固定住的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拉二泉。OK， 我这。对吧？这是二泉。然后呢，有很多二胡曲子都是为 D A 哦，这上面的定音是 A E， OK。那很多二胡曲子，大部分二胡曲子就是为 D A 定的弦。所以说呢，把这个千金放到下，放到底， OK， 它又固定住了。这个状态是固定住的，放到底的状态呢也是固定住的。这样呢就变成一般的二胡，对吧 ？OK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拉长城水响，是哆嗦定弦，在这个地方，就变成这样。哦，对，我在移动的时候你要看哈，这个状态是固定的，这个翻上来这是可以上下移动，可以从很高放到很低，然后再到了那个位置以后呢，你再把它锁住，就这样，这就变成那个长城水响的这个。OK， 这就是长城。你还可以把它变成更高一点的，甚至像高虎一样的声音。当然，这个跟高虎声音有一点点不同。这个对专业二胡演奏的这些专业二胡演奏家是比较方便，然后对于那些二胡给戏曲伴奏也是比较方便的，因为这个可以随时转调，好吧？就这样介绍了，装起来很方便，还在录哈。